松山文创园区历经144天封园，随着疫情有条件解封，适逢园区开展10周年，以疗愈之地作为主题，结合科技与艺术，带给民众多元观感体验。我们的原创基地节哈，其实跟着文创园区已经也走到第10年。其中最受瞩目的摩登时代展区，利用虚实结合方式，民众只需扫描 QR Code 开启 AR 滤镜，就能身临其境与作品互动。疫情啊等等，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跟作品做互动，那就转换模式，就是使用了 AR 的形式，让大家可以透过自己的装置手机扫描 QR Code 就可以看到这件作品的动态的状态，然后跟声音可以聆听它的音乐这样。为原创基地节延续2020年疗愈议题，再从时事场域及情绪出口角度出发，艺术与科技一同祭出，邀请民众一起为旅行。 SPN 林晨飞、潘冠如采访报道。